Salam sejahtera. Saya ucapkan kepada Setiausaha Agong DAP, Saudara Anthony Lok Siu Fok, Pengerusi Pakatan Harapan Negeri Perak, yang juga mantan Menteri Agama, Saudara Yang Berhormat Datuk Sri Mujahid, Pengerusi DAP Negeri Perak, Saudara Ngah Koming, rakan-rakan seperjuangan saya dari DAP, dan yang penting sekali, rakan-rakan yang saya cintai dan hormati dari sekitar Ipoh, dari seluruh Perak, kowai, pelikau, ibu pengyau, daga masyam ho! Kowai pengyau, kamiat, ngode ho hoi sam hoi tong daga joi zap hai lido, 111位嘅呢一个晚宴，111位，今晚1110人，你哋俾开我哋好大嘅呢一个鼓励。我哋上一次做筹款晚宴系大概3年前，过去2年我哋冇办法做筹款晚宴，因为有呢一个疫情嘅关系。但系大家我哋今日翻翻到嚟怡宝呢一度。 翻翻到嚟怡宝市中心呢一度，同大家一齐为未来一个更加好嘅马来西亚去奋斗、去斗争，好唔好？Dan pada malam ini rakan-rakan sekalian, kita amat bersyukur, kita bersama dengan rakan-rakan semua yang dari dulu lagi memberikan sokongan yang begitu padu kepada kita. Malam ini 111 meja. 1,100 orang penyokong tegak kita, harapan kita, dan sama-samalah kita berjuang untuk satu Malaysia yang lebih baik. Boleh? Kau pengyau, hari ini, sebenarnya kita sudah menyiapkan dua besar yang besar. Kita selalu makan makan, kita selalu menonton pertunjukan. Kita selalu makan makan, kita selalu menonton pertunjukan. 咁樣今晚我唔講其他嘢，趁住有兩個大銀幕，同大家慢慢去解釋。我哋用15分鐘嘅時間去解釋，我哋響過去兩個禮拜入面鬧得到全馬來西亞人民都知道嘅，響霹靂洲紅土磡魯木嘅嗰度，究竟個綠塘船去喺邊度？首先當然今晚俾大家知道，大家如果睇到響兩個星期前。 我哋国会工匠会所提呈嘅一个报告，我哋提呈嘅一个报告，中国报同埋其他主流嘅媒体都好大只字咁样讲到，政府用咗60亿，但系一条船影都见唔到。政府用咗60亿，但系一趟船都冇办法交得到。咁样，我哋而家俾今晚俾大家睇一睇，响我哋成个工匠会嘅报告嗰度呢一个。 就係我哋嘅工匠會報告，大家有可能冇睇過，但係今晚俾大家睇。我哋點解喺2020年嗰陣時，我哋開始去調查呢一個政府用60億、政府用90億去打造6條戰船嘅呢一個課題，就係喺2020年8月嗰陣時，我哋嘅 Auditor General， 我哋嘅總資產司去提呈開一個報告。 呢一個報告就係講關於呢度唐船響呢個合約入面有好多大大細細嘅嗰個問題，咁樣呢一樣嘢嚟到工匠會嗰陣時，我哋再挖翻之前嘅一啲舊嘅報告嚟睇，到最後我哋就響2020年11月18號就正式開始我哋同國防部嘅第一次嘅嗰個聆訊會，工匠會係開聆訊會嘅。 我哋第一个会嗌嘅系边个？我哋第一个会嗌嘅就系国防部嘅呢一个秘书长。我哋总共响呢一个成个1年零8个月嘅呢一个调查嘅过程入面，我哋传召咗21个证人，我哋做咗10场嘅听证会，我哋去咗鲁木100，总共传召21个证人去呈一个大家两个礼拜前睇到嘅报告俾大家睇。 咁樣，我哋嚟睇一睇呢6趟戰船究竟對馬來西亞有幾重要？
今日如果我俾大家知道，马来西亚半岛一边系南中国海，一边系马六甲海峡，南部嗰度就系新加坡。我哋每一个地方其实我哋都系需要，我哋国防部我都系需要一啲加强我哋嘅军力，我哋需要要有先进嘅战船。遇着如果系有人有其他国家要嚟，其他国家要嚟对马来西亚进行任何侵犯嗰阵时，我哋就可以嚟到呢一边。咁样，我哋而家睇一睇呢一个打造六堂战船嘅呢个合约，系马来西亚国防部历史上最大最大嘅一个合约，过去未曾经试过嘅。呢一个合约唔系九千万，呢个合约唔系九亿，呢一个合约系九十亿。咁呢一个合约总共系十年，2013年10月开始，就2023年10月六条船就应该就系要正式完完全全交俾政府。咁样喺呢九十亿入边，直到今日政府俾嘅系几多钱？直到今日政府俾咗嘅系60亿，或者系相等于接近55%。咁样俾喺60亿过后，几多堂船交咗俾政府？本来如果系根据今日我哋嘅呢一个时间嚟讲，今日政府应该系攞到嘅系5堂船，但系今日政府系1堂船都未攞到。咁样我哋嚟睇一睇。首先呢一个问题出现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响堂船仲未做嗰阵时，我哋就有呢一个前任嘅国防部长，而家嘅毛统主席沙希罕伊迪，佢就插手做呢一个船入边嘅一啲事务。做咩事务呢？如果大家睇到响我前面嘅，响大家前面嘅有几只大字啊？一个嗌做 Sigma， 一个嗌做 Govin。下一个 slide 先，我俾大家睇下。戰船究竟有幾多種啊？我哋喺而家嘅科技入面大概有6種唔同嘅戰船。如果你哋睇第四同埋第六，就係我哋要講嘅嗰個款型嘅嗰個戰船。好似你今日喺買車，你係買一堂代約達，或者買一堂漢達，或者買一堂必須必須啊，嗰啲係唔同嘅。咁樣我哋有2個戰船俾大家揀，一個嗌做 Sigma， 一個嗌做 Govin。翻去上一個 slide， 今日去打仗嘅人係邊個？今日邊個要用到呢一堂船嘅？係我哋嘅海軍，我哋嘅軍人。而我哋嘅軍人，佢哋同政府講乜嘢？佢哋當時佢哋從國陣政府佢哋講，喺5月2011年嗰陣時，我哋嘅軍人就同國防部長講，我哋要呢一堂。我哋要呢一堂嗌做食媽嘅呢個船，但係到最後呢一個承包商走去揾阿薩希過後，7月8日佢哋寫信俾薩希，我哋要用 Govin 嘅呢堂船。7月11日薩希就講冇問題，我哋而家用 Govin。所以到最後大家就係睇得到當時嘅薩希點樣去影響成個合約嘅嗰個決定。我今日俾大家打一個比方，今日大家買開一個半獨立式。你要用100,000去做裝修，你同個裝修嘅阿哥講，我今日要做一個 Bali style 嘅，但係個阿哥就同你講 Bali style 我唔識做，今日我幫你做一個西式復古嘅，啊，你就俾咗100,000去，諗住可以住 Bali style 嘅屋，有個好靚嘅游水池喺入邊，佢就俾一個復古嘅屋你，做到好似鬼屋咁樣，個問題就係出喺呢度。下一個，咁樣喺呢一個問題入邊。我哋嘅呢個前任嘅海軍總司令，佢唔係一次，佢唔係2次，佢總共係10次寫開信俾沙希罕伊迪，寫信俾當時嘅首相那吉，同佢講：我哋軍人要打仗，我哋軍人要打仗，我哋一定係要用翻呢一堂嗌做食媽嘅呢堂船。但係我哋嘅前任嘅海軍講乜嘢？我哋嘅前任海軍司令去喺我哋嘅工匠會入邊講，佢講乜嘢？佢講到 ，Saya berasa dalam keadaan ini, Bauset 即是係嗰個承包商 ，telah menjadi amat angkuh, that it means very arrogant and nobody can touch him。因為呢一個承包商有當時嘅首相那吉，
有當時嘅呢一個國防部長沙希喺度撐腰嗰陣時，我哋嘅海軍司令講：雖然我係 number one man， 但係我喐唔到佢哋。下一個 slide， 咁我哋再嚟，咁我哋再嚟，再嚟。OK， 咁樣另外一個問題係乜嘢？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大家知道一個政府嘅合約嘅，一個政府合約有頂價，嗰、那個頂價就必須你係去跟嘅嚇。嗰、那個政府合約嘅頂價，呢、這、一個政府合約嘅頂價係幾多？係90億。但係個承包商計一條數出嚟，唔得，90億我做唔到，我要91億2100萬，咁樣唔得喎。因為呢一個政府定嘅頂價係90億，呢、這、一個承包商就講冇相干。我將你其中一個 system 攞出嚟，呢、這個 system 就嗌做 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呢、這個 system 攞開出嚟，佢就講啊冇相干，我攞開121個 million 出嚟，我攞開1億2100萬出嚟，我唔做呢樣嘢俾唐船，你咁樣我同你簽一個90億嘅一個合約，90億嘅合約，各位朋友就簽咗啦。簽咗過後冇半年入邊，大家就睇到我哋嘅國防部就不拉更同呢一個承包商再一次。去簽翻另外一個合約，就將呢一個 system 擠翻入去，攞出嚟嗰陣時就攞1億2100萬出嚟，擠翻入去嗰陣時就擠6億出嚟。換一句説話嚟講，呢一樣嘢三個字賣貴咗，唔好笑啊 Sam， 真係啊，呢啲睇落都好心痛噶。嚟下一個 ，next， 咁樣成個問題出喺邊度？成個問題今日。政府俾錢呢一個公司去做船嗰陣時，佢就需要呢啲所有嘅錢都用去做船。但係政府呢個承包商冇攞所有嘅錢去做船，承包商佢就係攞開嘅錢部分嘅錢去攞嚟做乜嘢？60億收咗，佢冇全部攞嚟做船，其中4億佢攞嚟還舊債。今日幫你做裝修嗰個硬腳。啊！你俾開，你俾開100千佢，你應該係嗌佢俾100千嘅貨仔你。但係個阿哥同你講，我俾唔到啊，因為做乜嘢？我要還50千俾我舊嘅 contractor。以前我咩路嗰度起嗰間屋，我未還曬錢俾佢，攞嚟咁樣嚟轉。咁啊，呢個承包商有4億，就係去開佢舊嘅另外一個政府合約入邊去還開一啲舊債。另外，而家我哋講造船，造船係做乜嘢？造船嘅就係講。我哋而家你每一分每一毫喺個海嗰度去做船，但係呢個承包商就好犀利，就同政府講：我唔單單去做船，我仲要喺塞伯寨亞嗰度起一個唔知乜嘢嘢嘅中心。塞伯寨亞係馬來西亞半島入邊完全冇海嘅地方，佢用開3億就喺嗰度去用。而另外一個跟住證人嚟同我哋講，佢用開7億，7億去喺邊度？過資、預資。今日如果各位朋友你做發展嘅，你本來預算抌300萬落去你嗰個發展入邊，但係突然間你嘅員工唔聽話，你嘅 management 唔聽話，到阿咩預支咗100萬、400萬，你邊度嚟賺錢？邊度可以起得到屋俾人家？所以呢個係第三個問題。我哋睇第四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今晚同大家講嘅嚟 slide， 你睇到我右手邊上高就係、是、我哋當日去到魯木嗰度睇到嘅。佢嘅一啲 stock 睇到佢哋賣住嘅一啲嘢喺嗰度收住，收住嘅嘢係值得幾多錢？17.7 billion 或者係17億，60億入邊嘅嗰個政府嘅撥款，佢就將其中嘅17億賣曬嘅貨仔擠住喺嗰度。我哋其實今晚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嘅啫。今日係2020年，而今日係2022年。如果你2013年賣嘅嗰支槍，如果你2013年賣嘅嗰碌大炮，9年過後，雖然有可能用得，但係都飛唔到好遠啦，啱冇？你冇講乜嘢？你今日買一粒 iPhone， 你5年前買一粒 iPhone，iPhone 10，今日出到唔知 iPhone 13或者14，你嗰啲 iPhone 10仲收住喺嗰個 store 入邊，收住嘅 store 入邊幾多錢嘅嘢？17億嘅嘢。幾多嘢唔用得？15%唔用得。換開句説話嚟講，超過2億幾嘅嗰一個貨物係已經唔用得嘅。所以錢其中一樣就係嘥喺呢度。最後一樣，嚟
再来 ，OK， 再来。最后一样就是这个公司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卖东西是经过中间人去卖的，这个中间人是一个德国和马来西亚本地公司 joint venture JV 的一个公司，这两间公司一个叫做 CAD 一个叫做 CED， 公司里面自己的证人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个证人说如果我们今天将这个钱直接去跟批发商买的，那些货会便宜，一定的啦，大家每在场每一个朋友做生意的，如果你们今天你们起屋，你们帮五金店这个批发商直接买过来，一定是便宜的，但是你想经过中间人经过几个手，你经过你朋友老婆的手，你经过你朋友老婆的仔的手，全部一手经一手过后，每一样东西不是双倍的价钱就是三倍的价钱，不是三倍的价钱就是四倍的价钱，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失败，这个计划到现在就一趟船都开不到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这样我们去到最后给大家看一些照片，今晚时间有限，我尽量会在未来一个礼拜里面在怡宝做一些这些长一点的一个慢慢去讲解的一个讲座。那如果你们再看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整个工匠会是怎样去运作，我们去 site visit 的时候是怎样去行 OK， 这个就是我们工匠会开会的时候，在这个 LCS case 里面的时候，有我们的证人，有国防部的人，有之前有来过的 Hisham 和 Zahid 两任的部长都有再来。这样这些大家看到就是全部的货品吊着在那里，好像我说啦，如果2013年的那碌大炮那阵时好先进，2022年我睇先进唔得到去边度啊？呢、这个亦都唔系我讲嘅，呢、这个系 Zahid 自己讲嘅吓。Next，OK，、okay? 呢个就系响趟船入边，大家睇到船你话个壳有冇？个壳系有嘅，但系如果你大家睇得到入边咧，入边系空嘅。OK， 咁到最后，到最后嘅就系我哋希望乜嘢？我哋当然希望第一，而家。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看得到一个前高官他因为这件事而被控上法庭控贪污，但是那样东西是不足够，因为反贪污委员会来讲他们自己承认在整个案件里面他们是调查超过一个人的，英文的文告他是说 A few person are under investigation， 所以我们会继续去追，我们会继续去押，未来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需要反贪污委员会正正式式公公正正地去将需要负上法律的责任的人将去控上法庭。这样今天有可能大家想到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些十年的 case 大家今天可以看到，因为一个理由很简单，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工匠会和十年前的工匠会不同，今日我哋嘅工匠会同2018年之前嘅工匠会唔同。2018年之前嘅工匠会个主席系由做政府嘅议员去做嘅。政府嘅议员点样去查政府嘅呢盘账？呢个大家都知道系冇可能嘅。但系今日工匠会由反对党嘅议员去做，反对党嘅议员可以去查政府嘅嘢，呢个系天公地道嘅。点解我哋要有呢一个改革？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改革？就是因为2018年大家手上的那张选票改变了马来西亚，这个是要多谢在场每一个朋友18年给我们的支持。今天大家看到阿哲哥怎样在联邦法院的时候怎样令到阿哲哥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一只脚半入到去这个宋埃布鲁里面，我们希望在这个司法制度公平的审讯底下，我们希望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当阿哲哥的这个上诉已经是完成开的时候，马来西亚人民最大的那个希望就是看到阿哲哥两只脚都入到去宋埃布鲁，对不对？这样东西是要多谢你们2018年给我们的支持，如果不是就好像刚才魏可汗这样说，阿哲哥今天还是在做政府，所以今天
我们的这场宴会，我们很多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已经是为这个未来的这个选战，我们四年前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但是现在国会分分钟会解散，今晚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在今晚1100人的面前，我们去正式推展民主行动党霹雳州的这个竞选机制。这样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再将你们的眼观赏在我们的这个银幕里面，再一次多谢每一个朋友支持，再一次多谢大家，多谢。